前面就是诵读的问题啊，诵读的问题和声韵分歧的问题，如果大家基本上掌握了的话，我们就进入吟咏。可能我觉得大家对吟咏是个最大的问题啊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。首先我们的目标就是见字就唱，我们叫见字就唱。第二个目标是唱的好听的，第三个目标是唱的对，唱的就是能够表达的准确和完整，深入，一步一步来啊。先从见字就唱啊，这个就叫一字形腔。那唱的准确和深入，就叫一意形调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一字形腔，就是我们念这个啊，先把我们这个是在录像中基本课程中用的嘛，这个复习一下啊。来，春天的春，你唱。君子刀米刀，君子刀米刀，君子刀米刀，可以啊。
什么这白地里有有虎子，它都是乐音，不是在乐音上，不是在那个说话的这种口语上，所以是唱歌，是吧？十十大刀，五大刀，九大刀，八刀一刀，八刀一拉，都是可以的。是在唱歌吗？像唱歌一样的说话，是吧？虚无求安，每个字你都感觉我在唱歌，是在唱歌啊。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
中下调，比如我们唱一个哆啦咪，那么哆，床前明月光，啦，床前明月光，咪，床前明月光，这就是上中下调，现在啊，歌唱哆哆哆哆嗦哆，来哆。经典罗裳给的字
字是长一？长。没有一声字。独上兰州哪个字是长？独生字是？独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哪个字是长一？来。还有呢？书。还有呢？书。好。雁字回时是？时。月满西楼是？楼。好，把竹法融进去，我们重新唱啊，来，高，红藕香，停停停停，藕是啊，好，还是唱，错错错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再来啊，来来，高，红藕香残月秋。啊，停停停停，你们很好很好，你们走到前面去了啊，我还没有拆句，你们已经拆了。叨叨叨叨叨叨叨，而不是叨叨叨叨叨叨叨，是吧？应该是红藕香残玉簟秋，哎，你们唱成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这很好啊，这是我下一步要教的。哎，这你就明白，实际就这么回事啊，你在里面可以自由的上下的走啊。红藕香残玉簟秋，你也可以红藕香残玉簟秋，红藕香残玉簟秋。哎，每个字都可以唱的，不是吗？都要唱，刚才是叨叨叨叨叨叨叨，那我唱的是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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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拉咪来咪嗦，你们都可以唱。每个字都可以唱，旋律就有了。这是中国人唱歌的方法，哈哈，很简单啊。但是一开始不要那么复杂，一开始不用。一般像七言的句子，断两节儿，断三节儿就行了。三不断到七节儿去啊，断七节的话，这个是需要反复应用。一般断读的时候不会这样，一般断读断两节、三节就可以。好，来，那就行了啊。那你们既然会了，我们就直接来了，好吧？就可以断句了，可以在中间调高低，好吧？不要听别人怎么唱，你就自己唱就行了啊。来，来，一二，开始。红藕香残玉簟秋。
自愿
学是独生子啊，学的都很好，就是您的这个调比较需要简单，始终是上调，我感觉真是上调。你觉得里面有哪一句可以用下一点的调？那可以啊，那你于是而胜也，就由道而正也。这样子不用，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还有哪个老师？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民于是而胜于言，就有道而正也。可谓好学也已。子曰：知至于道，而知恶于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这个原单词在不是很长，儿字一般情况下要拖长这个儿啊，长一点。转折的意味是比较强调。好，还有谁来？
居上的居下，是能做得到。有没有哪位老师觉得还不行？还是这个地方不行？
鸟怎么样？飞到很遥远的看不见的地方，你飞到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再来一遍吧，是吧？哈哈，再来一遍，来，来，望月，一二。望月，盖松复如何？秀气未了，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当秋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回廊凝绝顶，地暗众山小。还可以继续变化，是吧？你仔细去想，仔细去想，比如岱宗夫如何五个字，这五个字如果要分个高低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？齐鲁青未了，是不是也可以分高低？在五个字中，那这就是反复意义，反复意义啊。那我们首先要学会的是见字就唱，啊，第一遍就吟咏，而且要吟咏出调来，而且不要跟我们刚才那样，就是同时调，上下，你跟老父这就没有意义了，要根据意思来，好吧？来，登兖州城楼，它的文体是古绿，所以就有平长仄短。还有平低仄高，平低仄高这一点呢，现在暂时不要求，好吧？其实平低仄高本来也不是绝对的，本来不是绝对的，不用也可以啊。但是最后一个字韵字一定要读到下面来，一定要压低，好吧？韵字要注意，其他的就看着办，能平低仄高最好，不能平低仄高也可以啊。来，我读一下啊，来，登兖州城楼，登兖州城楼，东郡居一日，兰州送五书，浮云掩海岸，平野入侵徐。东郡居一日，兰州送五书，非得要浮云连海，不要这样嘛。浮云连海在，平野入侵徐，五丈金杯在，皇城入殿徐。从来不以林鸟出头，完全打破它，好吧？来，我领着大家读这么几首啊。乱扯了，来，那个，来，吴太太啊，就打破它，打破它，尽量能说。老师还是不会判断什么是五律，刚才那首诗为什么是五律，我还是不会判断。啊、哦，五律，第一看它整整齐齐，四连八句，它要么就是五虎，要么就是五律了。那么它押平声韵，然后你看它的二四六是仄平，平仄，平仄。仄平它是对仗，它就是五律。这古代是一个韵的，就是五律这个韵。这个你要再熟一下诗词格律，好吧？再多看看这诗词格律。来。
对，现在就是给大家破除这个当当当当当当，破除这个啊，形成习惯，自由读的习惯是吧？啊，来，第一章是隐居二首，这个是什么？先说文体啊，文体是什么？七律啊，七律。后面这个是什么？后面这个是五律啊。好，春山万江秋，芳林山歌流，见到寒地冰雪，什么夏日报喜秋，寒夜是惊喜，远看到寒地无忧，知子相见，邀人还心留。山南芳芳，春草绿油油。杜九天老泉，照一个外休。天村山路险，一醉为独愁。门掩起，秋水清无鱼，萧然尽客兮。寒草成一绪，鞍马黄陵。能离从了壁，欢颜谁尽？Thank you.
是都要哦啊哦啊哦，是这样的，你每一句要琢磨，第一次看到也要琢磨，它是该上还是该中还是该下，好吧？那好，那你们再来几首，好吧？来，过送员外之问旧庄。
是陈琴老师的，熟悉他的移动道的话，可以知道他也是后半会移动道的话。
原始的话就是一个账号，就是你当时入的账号，你点击进去以后的话，这块有一个能力简介这块，然后这块有一个真实姓名，如果你还没有改你的真实姓名，就在这个位置有个修改基本信息，看到吧？然后这块把这个填上你的真实的姓名，好吧？应该有一大部分都是改过了，因为我在那个网上公告上有明确的说明说明。那如果有重名的，我没关系吧？有重名的，没关系。没事，你就改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。那说重名，重名了。现在还有学校有地址，还有一套体系，不是学校。志志，侃侃发贪心，志志
是何至甘兮，河水清且涟漪，不假不色，湖曲何三百禅兮，不胜不劣，湖沾耳听有弦欢兮，比君处兮，不速叹兮。刚才也提到这个文体问题啊，反弹是劳动号，你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，就可能整个的那个旋律就节奏就可能不同了。但现在没关系啊，现在先那个先练上中下调，哎，很好，很好。有没有哪个老师觉得还到不了这个水平？然后是为什么啊？啊，您是怎么？我要不我试着一下吧，因为我听了几个老师赢的，我都觉得我报错班了，大家都那么高级，水平怎么这么高？我从来没赢过，我是不然我不赢，你就不知道班里还有水平差的。刚入门吟诵的时候，最好是每个字都放到乐音上，也就是有些字没有放到乐音上，就放到那个什么，比方说拉西高的中间的缝儿里面。现在就尽量告诉我，我是在唱歌，我是在唱，就可以每个字都听到，本身没有问题，你就这样，你回去练一个星期，你可以放过他。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，反正说汉语应该都会。小声的这样，好吧。然后我给大家一串诗啊。啊，就这几首吧，好吧。你来了三首啊，三首。山中借小楼，行路难，江上吟，就这三首吧啊。然后我说开始呢，就开始他每个人小声点，都不要影响别人，这样就把它读下来，就像这样高中低调的读是吧？你看，弃我去者，何日之日不可留？和弃我去者，何日之日不可留？弃我去者，何日之日不可留？何日之日不可留？你去讲啊！但是我希望是一次读下，一次读下，我还是练半首吧，好吧？来。我们开始啊。
二组啊。
那你这个，我看你读一下前面四个字怎么读。弃我去者。你刚才是怎么唱的？弃我去者。这个听导字的能力也很重要，前面你走，你要能听出来这导字。为什么要唱去呢？去嘛。现在还有，把你的嘴放在我的嘴里。行动难，有人愿意沟通一下吗？
自先富，宰鸡随波任鸡流。后面没有什么了吧？啊？先人有代从黄鹤，海客无心随白鸥。听慈父悬日月，楚王排泄空山丘。星汉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迎沧州。功名富贵若常在，汉水一饮西北流。谁来吟诵一下？家乡话可不可以？家乡话，家乡话也可以吧？后来寄发杭州，一小金款做两头，美酒斟酌诗千赋，再寄北国任巨流。先生有诞辰黄鹤，海客心随白流。只听慈父悬月，楚王排泄空山丘。西汉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迎沧州。功名富贵若常在，汉水一饮西伯流。太夸张了，那个就是这个调啊，还是太平，随着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。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起伏的，先人有代乘黄鹤，海客无心随白鸥，那种潇洒。听慈父悬日月，楚王排泄空山丘的对比啊，星汉落笔摇五岳，他这个非常高的，但你还是很平的这样，这样没有办法把这句的意思传达出来，没放开啊。这样啊，我觉得刚才这一轮练习没达到我的目的，我的目的不是这样的，我的目的是伴读，我们是要从这里开始啊，不要每一个都去后我们专门后面有专门的时间来练这个作曲，给我练出来啊。现在就是泛读啊，这样我们换一个形式啊，到后面去找点儿。绝平起啊，从这儿开始啊，这个样啊，啊，我们班人多，不能每个都练啊，但我们尽量啊，尽量看，从这边开始吧，大家一个半啊，从这边开始啊，一个一个接下去，一人一首啊。我要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，老是这几个人让胡学，其他的大家就沉默了大多数，然后回去都会说我没学会啊。一人一口就在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你们那边完了，第二排就这样了。我可能我们不能到不了，我们试到哪儿算哪儿，好吧？你们先上来，后面你们再练别的吧，再练吧，好吧？好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别的老师吟诵的时候要听，你要是想唱的话，默默的唱，好吧？这样才能听到。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，有没有倒字啊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吧，来，开始吧。几个入声字啊，白一，笛是入声字，不应该拖长的，这个地方是需要拖长啊。
羊可以做上，也可以做成两，这是陶瓷特格啊。不不玉，这些是不生字，好吧？然后你的调还可以，就是这样泛读就可以了，后面再说啊，后面做起的时候再说啊。来来，这位老师来。不用站起来了。安静安静安静。酒草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莫轻笑，莫轻笑，醉卧沙场莫轻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你是平常做法没有吧？经常是短的啊，葡萄的桃场，夜光的光场，飞场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这样的，您说起来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琵琶马上催，醉卧沙场君莫笑。多练一下，我跟你说，就是练，好了，就是再说啊。来，下一位。每个字唱，这所有的器具，不是所有的器具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器具平齐的，长短和律都是一样的，看准哪个字唱再唱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安静一下好吗？安静一下啊。两个时长再上。琴时明月暗时关，关是韵字啊，是押韵了，要拖得很长啊。来，再来一遍，没事啊。琴时明月暗时啊，下一句呢？对对，好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大家永远都是吹泡。来，下一句，下一句，来，但是龙城。交是一个字，不交，一声不交，五马不如山，山是吧？来，下一位老师。小朋友，别客气，来吧，小朋友应该比我们厉害。都是这个第二个字唱，如胶，如胶，不惧蜜蜂。哦，还有呢，就是你上下调分一下，不用非得一个调上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就是练，就是第一次读它，就把它读出上下调来，是吧？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里庄上村游。闺中少妇，闺中少妇，
归宗少父，归宗少父，有好多归宗少父呢，好吧，选一个啊。来，后面的老师，峨眉山月歌。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入行将将。你放开了之后就能唱得好，可以唱得很好了啊。峨眉的眉是长音，要读长，好吧？可能一开始太紧张了啊。来来，下一位老师，宝爸卖梨车。朝辞白帝。嗯，着急啊！朝辞的辞是长音。朝辞再来再来。白帝，小点声，好吧？不念了。千里江陵，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很好。就这样的水平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反所有的诗句这样反思了啊。然后再来。来。下面，老师，该你了，来，杨花落尽。闻道龙标落不息，洗愁织女却随风去道，色狼藉。杨花落尽。你们小点声好吧？哎，然后蔡老师大点声啊。杨花落尽子规啼。听一下，花是长音，这都是平起齐全，这个是长音，杨花的花是长音。再来。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，我寄愁兮与明月，随风直到野狼溪。哎，挺好挺好，后面挺好。这句没转过来是吧？是杨花落尽子规啼，杨花的规啼不是长音。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，我寄愁兮。来，望天门山。哎，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好，就是说你这个至少是矿泉水调，就是唱出来了。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入声字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那出是入声字啊，地也是。另外就是您现在的四句都是一个调，不是？天门中断楚江开，水东流至此还。你干嘛两个？哪有想说啊？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还，一下子就好听多了。只要你有上下调，是吧？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就感觉好多了。把它调开，这个试一下，调开啊。来，听听调，来，王老师。一枝红艳入凝香，
啊，对，这样就是第一次见到竹的意思。我不识谱，就对了，就是谱的问题。
是你唱的时候比较犹豫，我觉得你唱到前面唱的时候有点犹豫，但你音本身是准的。来，红入京师。夙愿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知里，平行川雨报平安。马祖春城无处不飞花，还是东风御柳霞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侯家。挺好，就是也是两次句式，一个调，一个高，我们再调一下吧，念。那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侯家，肯定是日暮汉宫传蜡烛在上面，是吧？对，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侯家。唱歌，唱歌是高低嘛，是吧？对，不可想。人生如水花，什么？寒食东方绿豆芽，绿山绿山传蜡烛，烟散入侯家。只要你把它勇敢的分成一首出现，就会好听很多，好吧？来，月夜，金山月色半人家，北斗南干南斗下，今夜偏知春气暖，重生心痛绿窗纱。多林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翠深树鸣，春潮带雨晚来期，野渡误人舟自浑。好，您这个啊，生您横三个字是韵字，要拖长，要拖长。如果您觉得那个地方我实在气力不济了，到这个地方你就到这儿喘口气，还是要拖长。拖长是很重要的啊。啊，黄鹂，鹂二声啊，两声。来，谢谢。啊。这个是长短没有啊，烟龙的龙是长音，这个龙是长音。
这场与这个知识场与这江湖场与人生有关，要上段词。有入生字，月是入生字，博是入生字啊，乌是入生字，博是入生字，对长短要更新。还有就是你这个基本上还是朗诵，没有放到乐音上。你要告诉你我在唱歌，让我们大家唱歌，现在是唱歌。烟笼寒水笼上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小点声，安静安静啊。
春水照花山。安静一下，我听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全部都是对的，现在唱的都是对的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把它分上中下调。所有的这样的老师就唱的都是对的，就是没分上中下调，就一个原因，就练的少了。再多练一小时以后，你就自然就变了，你就听得上，机会会把它分开的，就没问题，好吧？这个能力是没问题的，大声唱的。来，你来。黑云翻墨未遮山，别的都很好，胡子长音的都是长音的，都是长音的。没问题的，来，中交一课是千金啊，秋千，秋千，哪个秋千？秋千。中交一课千金，花有清香，月有阴影，歌管楼台深信心。
看看。好，行，就是这样吧。来，那我们一起，这是刚才是七绝的平时二把七绝设计，念一念。我带着念一念吧，就是但是也不一定学我的，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听出来是上中下的东西。我的上中下的东西是两名字念吧。来，我们不念题目了，直接开始啊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里无奈毛遂，儿童相见相识笑问何处来，寒雨连绵夜如冰，瑟瑟山谷洛阳亲友相问，天地在一壶，不在日照香炉生紫烟。
天。